哇 ，Rainsix Creative 百威。我觉得太好，咱们结合的真的挺棒的。就是首先 Roy Six 就是首先是开头是 Roy 嘛，那就象征着这个是我创造的，我去 create 的这个形象。那我觉得六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数字，就一直象征着说顺顺利利，然后中国的传统六六大顺这样。那我觉得六也是一个很团结的数字吧，就把大家团结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寓意。那也因为有六个形象，所以就是很简单的 six， 没有那么复杂的含义，但是我觉得也挺好记的，就是挺能够挺洗脑的。洗脑是一个好意思。对，挺洗脑的。然后接下去我给你看一些。哇，好可爱。表情包，我觉得表情包每一个都好用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都非常好用，因为都是就是不是会非常偏僻的，就我觉得每一个都用得到的，我觉得很好，超级好，每一个都很好。改整就是给他加一些什么内容，你可以想一想。我觉得100分满意，没有任何要改的。然后呢？好，然后你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，希望能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产品。哦，真的，特别喜欢，太好了，哇，还有衣服，哇，到时候给我一些，我可以穿。必须的，有他们的一些海报，然后会把它做在衣服上，然后可以看到不同的颜色。太好了，这个。然后除了他帽衫，哦，这个我喜欢，帽衫，这个我喜欢。可以加一个白色，白色，这是毯子盖的毯子，这个也好，电脑毯，这个也可爱啊，这个杯子我觉得完全又是100分满意，我觉得没毛病，特别好，然后还有一些手机壳，哇，可爱可爱，我觉得一定会。很多很多很多人买的，很多人喜欢的充电宝，哇，太有用了，充电宝太有用了。还有笔，好，想说，因为其实整体还是非常正面的，非常温暖的一个情绪吧，就是我的粉丝平时都一直在温暖陪伴着我，也希望我所创造的形象能够陪伴着他们，然后让他们感到一些力量。就是很少能找到一个地方宣泄自己的童心吧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太好了！收工了。好了，签好了。太好了。比如说你会不会为他们创造一些音乐呢？我觉得会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媛媛。那现在猜猜我在哪里？